看下去啦。牌我们开起来。有嘞，八点啦。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海查克拉。今天让我们来玩玩我们的大西瓜，之前都是私下玩哦，最近看巧克团很多的朋友都被我推坑来去挑战，哼，今天啊他们还对我呛虾，说什么分数比我高，殊不知我私下能玩的时间就一点点，今天好不好我们就直播两个小时，看我能有多高的分数。之前最多2598，是不是2598？哦，玲玲好像是2800啦，啊，2800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3000，我们今天看看能否达到，加油！哦，这次也有研究了一下这个西瓜的方式，但是呢，我都没有实际的操作啦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今天就是。看看我之前眼睛看的有没有实际的让我人真的会了。嗯，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，应该是没问题吧，对不对？阿巧肯定妥妥当当的。哎，两边苹果，你要这样下去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们先让他这样子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呀，这葡萄就来啦，是不是 ？OK 的啦，嗯，关键当然就是一样，哎，不要让他们都那个小家伙们，不要让他们都太孤单，好不好？通通要长大，通通都得长大。这一个合下去，我怕等一下就碰不到那个小樱桃了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咦，还行还行，还行还行，会不会掉啊？哦不，我的樱桃，我的樱桃被困在那里了。好想看阿巧3000，我好像还没看茄子玩啊，茄子有玩了吗？是不是该挑战一下？我都看他们另外两家开开心心玩，你是不是被排？不是，我说你是不是不敢玩？是不是该挑战？嗯，你讲啊，那个2800的在嚣张的，我就分分钟解决他。为什么？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们是有技巧、有策略的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，哇，一看就知道非凡的功力啊！眼睛都会了，下去，下去，等阿奇的挑战啊！草莓下去了。这边先对一下好了，我看有没有小家伙们。哎，有有有，小家伙们。啊，这个被挤上来了呢。看，倔强草莓。算了啦，我觉得那底下草莓就在底下吧，还行还行，好不好？那底下草莓没事。我们左边来堆大，然后等一下有没有就可以堆到跟他一样的。啊，玲玲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分分钟挑战过关，好不好？2800是不是？我目前玩到现在都只玩一个半小时，半小时每次半小时，我等一下今天2小时就超越大家了，轻轻松松啊！我可是看了世界第一的玩法，然后呢？然后就觉得非常的厉害，就没有然后了。
可以可以可以，写轮眼写轮眼，看看今天我来势汹汹，玩的方式就跟之前不太一样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故意让他滚过去的。哎哎，你看之前那个左脚要来多久，现在一下子就来了，但有一些水果堆到底下了，有点讨厌呢。还啊，你已经三千了，可恶可恶！悠悠肯定没有啊，悠悠在地上滚吧。我看他玩的都很奇怪啊，都是在随缘流玩法，这游戏是用脑袋的啊。看看我这个用脑袋玩游戏啊，想一下哦，大的还可以再堆一下啊。你有2800哦，哼哼，分分钟超过啊。来，我们把右边放大，小的我想放左边，它应该滑不下去。这边是一个关键，有没有？我刚刚丢这里，它有可能就弹走了。但我故意放在左脚的头上，它又弹不走。是哇，这个草莓好像都被弹走了耶。好啊，草莓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马上补齐补齐。悠悠有西瓜就偷笑，哼，肯定的。西瓜是我们的第一标了，虽然我场上底下有一些水果看起来比较神秘，但是十拿九稳，十拿九稳，肯定轻松的啊。有了有了，是不是？不过去，叫你过去，用葡萄把它挤过去，哈瓜。啊，先来一个哈瓜。这草莓我要想一下，那样子堆它那个葡萄一直在底下，右边也是葡萄，葡萄，右边变苹果好像，可是这边一个大洞，这种时候我就有点不太清楚要丢哪比较好。但丢这里我觉得肯定是还行的吧。那哈瓜稍微上来一点，说不定之后也可以做点事情。那个大颗在底下我就不太确定好不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慢慢来。我们当然是玩的是有技巧的，不要看那些水源流的玩法哦，那些都是靠运气的哦。阿巧玩的也是靠运气啊。没有，我真的有研究一下，但是我觉得这游戏真的感觉还是蛮重要的，你要多玩，你多玩慢慢的就会大概懂了一些东西。对，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懂了些什么，然后玩起来之后还是差不多。不可能不可能，我肯定不一样。你看这个，哎，什么意思？他们刚刚什么意思？我刚刚有没有想要这样子？我刚刚就是想要这样子啊，怎么了吗？这样很 OK 啊，这 too easy， 这就是我想的。你看我们这边下去，马上下面，等一下就有苹果吃了，好不好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如我所料，真的完全，别再推了，你要推去哪？又回来又回来了，如我所料，是不是？水梨轻轻松松啊，凤梨好像确实要让底下变凤梨了，小颗的现在有点麻烦了耶，丢右边又怕它太底下，左边可以相信吗？我最怕丢这里，怕整个挤的超下面。没事齁，把一些大的平衡一下，
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你看看看，平衡，这个平衡妥的，这样我们小的也可以在这里玩。来，这边先一个苹果，这边就不会掉下去了，有没有？哎，物理，哎，那是坏掉的樱桃，不是啦。那樱桃在干嘛啦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樱桃，去去去玩，去玩。你们为什么那个哈瓜要那么上面？那哈瓜一直在推上来哎，这个局面好像不是很好的样子。没有，局面很好，局面很好，局面肯定是妥妥当当的啊，妥妥当当的。那水梨虽然彼此现在还看不到，但没关系，迟早有一天会看到彼此的。快不知道怎么玩了，这边这样就封印起来了耶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呦，要把它顶了一下，底下那些葡萄都在搞事啊！我水梨好多，哦，我不喜欢水梨啊，我吃那么多水梨干嘛？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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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等一下把这个水泥弄过来，对不对？我把它推过来，把它推过来，哎，靠我们的小樱桃，小樱桃做事，小樱桃推它，小樱桃。樱桃没用啊！我想小樱桃推过，把那水泥推过来，那我们这里就完美了。派葡萄过去推，草莓啦，草莓。可是水果都会讲一讲，就会讲得很呛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边等一下堆叠，有想法，有想法。这边先放这好了。哎呦，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反正草莓居然掉下去，好像也很危险呢。我这边我只能等，我只能等一下，让它变成水梨，然后葡萄下去。哎，对，让它变这个。哎，有有有，我们来出来了，左九出来了，左九出来了。然后我们这个下面有机会大堆叠，左九左九。下去，下去，怎么办？我现在好气。还有办法，还有办法。Never give up。我们那个小樱桃，小樱桃压它，压它。哎，不要这边，不要再来了。变草莓压它，变葡萄，变葡萄，压它，压不动啊。一个再转动。跟你讲，跟你讲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边只要这样子，不，那樱桃，樱桃，又说我凉了，还没凉，那个左脚在钉下去，啊，我们要想办法，想办法让现在那个樱桃啊，那个上面那个樱桃有点在搞事。那我们要想一个办法，然后这边成家重量也是可以一个技巧。哇，樱桃好像出不来耶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先让它变成梨子。让樱桃去救樱桃。有有有有，然后它就变草莓。草莓之后能干嘛呢？有救有救有救，肯定有救！我知道它不够重，上面给它一个苹果。樱桃下去了，
还不下去啊？哎，差点输了，差点输，没事没事。压不下去啊，那个间谍，现在这边变成间谍草莓了。想办法，只要有一颗草莓。